嗯，竞赛结束之后，美术社得补录新社员，这学期招的新生推社的太多了。嗯，知道。嗯，我加入，我加入。你的简历呢，在我这关就会被刷掉。嗯。 无情的女人，哎，年哥，我的幸福就靠你了啊！哎，嗯，你那眼神看我干嘛呀？我可没兴趣跟你抢啊！喂，淼淼，大超学长。 我现在图书馆呢，你上次跟我说的服装配饰设计的参考书都被人借光了，还有没有类似的参考资料啊？你去找一本叫《服饰设计艺术》，是那个中国纺织出版社的。嗯，啊，没事，挂了啊。淼淼在图书馆。啊，走吧。 学长。 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忙着参加设计竞赛吗？来充电。充电？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喜欢在大考之前翻一些辅导资料，然后就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？嗯，我现在就充满了力量。 服装系都要会首饰设计啊。我们只学简单的，但是能给自己设计首饰，还是挺有趣的。嗯，应该是挺有趣的。